嗨，你好，你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，就是小鬼黄生为大家呈现。我要画一个小鬼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在2012年呢可以远离原本自己害怕的事情，然后可以做到更好，然后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实现。然后我现在画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可怕，可是呢，那就是你心里面你最害怕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打倒它，战胜2012的可怕传言。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一张小鬼签名的鬼卡，请你把我现在问的问题的答案寄到我们的 Kiss Radio 哪里信箱，是不是？噔，这里。好，我要问问题了，仔细听。请问小鬼的第一应该是第二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是什么歌曲？提示给大家，是跟数字有关，跟数字有关，好不好？砰，寄到这里来，你就可以得到这张鬼卡。祝你新年快乐！终于被爱的夕阳，想起你，天空就慢慢倾斜，拥有你，快乐才如此的强烈。为何你一片片捡起的落叶，谁成了无限期一时的你？